He's got the whole world.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 In his hands. 相信真相还是童话？ 掌握吧。 没有你哥，没有你哥，我没法活下来。谁找的我？这么大的窝，什么都能找不着了。你掏钱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把他带回去。 如果是海专凶手16年后再次作案，为什么这一次还要把脑肿瘤带现场？你还手腕的凶手就是你吧？你现在连梦境跟现实都区分不了了，你有严重的妄想症。这么多年，你从来没想查过还手还是不是？打你来警局那天开始，我就知道你是奔着什么来的。 你这么多年了，一点证据都没有吗？我就是证据。你好，欢迎使用Wisher，我可以帮你实现任何愿望。如果你许了愿，你就要去做任务。有人许愿，吃口饭，就会有人许愿，杀个人。 实现愿望的方式是不是一种交换？就像别征换别墅那样。你的感受从不会骗人。这个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接受真相。你相信我吗？这么多年，我总是梦见这棵树。那个时候。 我们是多么让人羡慕快乐的一家人！你是不是心里有苦？浙江有没有我，一点都不重要。你有本事把19年前害我妹妹的凶手找出来啊！做一个女人有多失败，还是做你的老婆有多可悲？啊、反正当年是18岁，你们现在已经马上18岁了。 你再拍门，我踹了啊！踹！你顺带着连这个破家一起踹了！必须得穿透这层迷雾，不能再等下一个19年了。